五只炸全鸡已经上桌了，今天就是很希望可以成功。对，挑战成功。嗨，大家欢迎来到二全订影票。那么我人现在在桃园的富山居多，这边是一个很特别的文艺特区。他举办了一个大胃王挑战，是我算我拿手强项之一，所以我迫不及待的就从台北杀过来桃园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快进去吧。挑战规则是在30分钟内完食这5只炸全鸡，然后就可以免单。然后如果你挑战成功，还会再送你10个甜甜圈这样。今天就是很希望可以成功。那我们等一下就。准备要开始了，我现在马上就开始。超热的。这把剑是哪来的？好好笑！
下就行。那这样可以吗？碎屑没关系。这样可以吗？挑战就成功了，那我觉得非常的开心。然后呢，他奖品呢有10张的这个买一送一的甜甜圈的券，还直接就是10个甜甜圈在里面，超级超级爽。对，那么今天呢这个挑战非常的开心，然后我觉得很好吃，然后也很顺利。其实我觉得没有很难，